那请各位往里面去参观。现在我们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正确穿着无尘衣。首先，无尘是最大的污染源，其实就是人体的毛发跟皮屑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戴着口罩跟法网。接着就是依序由上往下穿着无尘衣，先是头套。然后接着是衣服，最后是无尘鞋的部分。再来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这种无尘衣都有双层袖口的设计，所以当我们在戴手套的时候，必须将手套戴入袖口的内层环之内，以避免在无尘室里面的污染。最后都穿着完毕之后，我们在粘贴垫上去除鞋底的落尘。之后就要进入吹风室咯。